十二万本的英雄，会当邀请到咱的大众奥利桑，哈，张逸林先生，伊是伫台北事件的时代，1947年的第七部队队长，哈，啊，奥利桑老当益壮，哈，伊还佫会开车，啊，讲话斩钉截铁，哈。不坏，人无可忍的人民不坏，伊嘛无。但是伊俩医疗到伊安尼，伊嘛唔敢阿放出来，阿放出我转来，叫大将。迄日第二天，台北发生代我拢唔知影。甲第三天三月初一早起，安尼就同我，我伫台中民族个台中市，台中了台中市个边边同学嘛，台中市民族个，啊，甲迄个计公鸡，计公鸡是啥叫做沙街马市门口。现在的一个华南银行，迄分行咧门口是，拄着杨贵，杨贵，大家有捌听着？啊，过去个参，小说家，伊也是参加过农民做下社会运动的人。问我讲，啊，你从你当时转来？哦，你当时转来，我才发现讲我的代志，大家拢知影，故作看，我叫。骗伊，骗伊掠伊个代志，大家拢知。啊，我问讲，又啥又啥，啊，你要倒？伊讲，即摆吼，为了昨做只啊，即个台北即个代志哦，即摆是中枢局成立一个舆论调查所，我都请人请人请人拢伫遐啦。啊，即摆呢，我想着来一年的舆论调查表，啊，综合各界。对张主席啦，伫台北所发生这个事件的反应，以及战后到今仔日为止，伫台湾接二连三所发生的这问题，的想法反应如何？综合了后，该当变安怎就变安怎。啊，我感觉。哦，台北发生这代事，我哪唔知啊？啊，我看免考虑遐济。听个你调查个，你还阁想到倒综合起来，内面几工后啦，吼、哦，无济于事啦。遐一场故事你看到，台湾建设协会，明仔早起要到台中去。举办献酒演讲会，咱利用伊现成的组织，召开市民大会，直接将长久以来在台湾所发生的这几件重要代志，当众介绍给人民知影，听听人民群众的反应如何。该当之何就是之何，安尼敢无较紧？啊哟，妙！杨贵先生伊安尼讲，要安尼要变啦。咱虽然硬团断断啦，那你理解？哎呀，是简单规矩啊，明仔载要到大中医院召开市民大会。遐我就去大中高雄，大中高雄是现在中大先生。叫遐学校生起来，我等于随去换我的学生服。一年级建校也好，日本时代，一般学生吼对社会人吼，唔是讲轻视啦，但是至少至少我的信道，即句话这是中国话甲台湾的诶混合的，讲我的信道我听伊就对。啊，我就是知影这字。我转去，将我的东京五国语学校的已经生菇臭埔的学生服甲帽啊，一片片我穿的，穿安尼我来
台中高雄的学校，向批得困啊，遐学生起来，要用一本话，要甚至可以用半命令的，去，用条好立正的意思，因都乖乖啊，乖听，我。无论安怎样，在因的心目中就了解讲，我就是因先辈。也另外讲乖乖听，我甲讲，明仔就要安怎？啊，咱台湾咧，现在都面临相反的问题，明仔就要面对。了后，甲鼓励了后，去台中一中，再过去台中西安了，台中一中甲台中西安都隔一条街尔。啊，安尼。第二天，我困到差不多七八点，因为去。我到三四点我才回去，就起来看那那也无同款。所有的群众、学生，拢调到这大中医院的反方向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也那也变啊！我冇想，我都冇要开啊！啊，我讲讲顽皮不皮顽皮啊！还是我讲向你讲，我喺度搭一个故事的。我去看了后，我一个朋友甲提醒，讲就是市政府打，讲今仔日会。不会开啊，无地还地，用地这就是做决定。好、哦，我冒头气着，讲现在就是要开，都要开，大家对我来，哦，我用日本来讲，哦，啊对我，去到电话迄个迄条的，我就起立话，这是市政府打，因的规矩，现在都要开，台中县的门，坚决不会开，不会开我话，我人哦，唔是我大。但是我脑壳比现在高啊，轰烈！阿天路，快点路！我话，你底线你连关关应该开，你无开，我就采取行动，用这款的兵器，乖乖的开。这学生群众像洪水一般的冲入去，本来只会当容纳三千人，那么三。差不多三千外的这个观众的那个，这个呢楼顶，甚至这个外口走廊这花园内啊，通用拍片，安尼人山人海，到处的排队啊，啊对啊，市民大会怎点？了解，市民大会还没结束呢，外口都发炮，国梁围攻，今仔日。台湾所以变甲安尼，最苦就是半山。咱要拍阿山以前，要找阿山算账以前，爱找一个半山算账。伊所讲就是讲这个人，讲林顶林、张邦健、刘启光、吴兆琴，伊这批直播啊。那无这些人，甲因遐阿山来台湾咯，也要惊死，看到日本兵，看到台湾人安尼，哦，因要惊噶，伊唔敢。伊即句话哦，伫市民大会所讲话，一针见血，确实有这个情形。不过吼、哦，这个代志，市民大会也要跟着外口都开始动摇啊，一挂青年忍无可忍。都去找只阿山啊，要算账。我怎么发呢？台中电话呢？将遐法官评诉风评不好，爱外国，动不动就外国。三天交保，用安尼。三天交保，这意思讲三万块，你当作钱较大，提来要这银子代表钱的。三天交保，你提三万块来讲，都何里不多，你无代志安尼。将遐法官内底，遐物件都搬搬出來，好现开了个后钞票，遐一百块呢，十块遐钱一赚，迄当阵也无一千块，天啊，到当场都法院门口放火甲烧，底下看的观众无一个去贪心，哎呦，迄个干呐，甲摕一张欠着偌好，你敢知？哦，只要听遐免免两斤猪肉，无人迄个野心。东西到了，就是这样顺进，将那外国先听，一个一个抓起来，给收起来。